选经济，选教育，我要选一个大未来；选正义，我要选正义；我要选美丽。不管选什么，每周三世界一把抓之选民你最大。奶青、呃呃、为什么回来了呢？为什么没有在奶，啊、<laughs> 没有留在香港？这<港> <laughs> 到底乱呢？对，<laughs> 大家都在问我这个问题啊、哦，然后就在问说啊。 还好你回来了，呃、啊，否则香港呢这么乱，没有啊，啊我五月底就回来啦。是啊，所以啊对，那时候香港还没乱呢、啊。啊对啊，還沒,还没有，沒有还没有还没有乱到就回来啦。对，然后我为什么？可惜啊、我为对，我为什么回来？哎、啊，我就回来了。我 <laughs> 那时候不知道有这个事情啊？当然不知道。然后我因为因为个现在不是辞呈的时候，也都会写说因个人因素嘛，反正、啊、<laughs> 因为。 对啊，就是就回来啦，就是留学个两年半也到该回来的时间了。所以呢，已经<对>算是呢，我们朋友圈当中算是很熟悉香港的人了。<laughs> 这样讲的都好心虚、哦、对对有,临场有临场感啊，有临场感啊，对不对？对因为你去香港也是从事这种新闻评论的工作嘛。嗯嗯嗯、林郑月儿她到底是怎么回事？林郑月儿说她要寄出紧急法，嗯、我觉得我不太了解香港人。 为什么林郑月儿说反送中这件事情就送反送中条例啊？哈，已经寿终正寝了，却不能撤回呢？对你，你是说身为台湾人呢，我们听不懂哎、欸。对，嗯、你是说他讲了寿终正寝，啊、为什么香港人不接受？然后还是说而且他现在又说他不能撤回啊，他没有资格。啊、他说他没有，他没有办法撤回，为什么他不能撤回？不，我我我我觉得这是非常难令人难理解的哈。第一个、嗯、一开始的时候呢。 当林郑说这个案子已经是寿终正寝了啊，嗯、那很多我们这些非香港人或是外面的评论都觉得说，啊、那这样就好了嘛？是啊，那为什么那为什么他们不能够接受呢？啊、嗯，这样看来他们不能接受好像是对的、啊，嗯、因为你看林郑月娥就说我不能撤回，好奇怪、啊，他不能够撤回是、欸、是另外一件，那他就说为什么他们不能够接受啊？哦哦哦、我觉得呃，从这个香港的这个民众或者是说呃。 比较贴近啊，香港的一些的媒体或者评论，他们很担心啊，就是呃，当他不说撤回的时候，他摆在那边呢，就是会有死灰复燃的机会。现在僵尸片这么多，大家都相信是，特别是因为呢，香港香港是那个僵尸片的这个制作啊，没有啦。哈，反正呢哈，所以他就他所以他就一直摆在立法院里头，就像立法会哎，立法对不起立法会里头像个僵尸一样摆在那里，就这样。 其实我我觉得那个其实寿终正正寝的意思呢，就是他就是这个案子是死了啦。嗯、但是呢，因为他们他们不能够接受，就反映出来他们对于港府啊，嗯、对于这个、呃、大陆方面呢没,没有信心啊。嗯、那第二个呢，他为什么一直在强调说他不能够撤回？我真的觉得愚蠢无比哈、啊。哦、我觉得他是可以撤回的。啊。我想说，<他>难道是香港话我们听不懂吗？<laughs> 没有，他这本来就可以撤回，他只是说就立法的这个程序上面来说啊。哦哦 呃，他们没有没有，就是也不会再采取任何的步骤，任何的那个，那你不就撤回就完就结束了吗？是啊、我我觉得这个，那、呃、<但是 S 1> 就来收个尸有什么有很困难对，我觉得特首在处理这个问题上的时候呢，<laughs> <对>呃，非常僵硬的自英国的教育体系下的那种法治啊，使得他他在处理很多问题上的时候绑手绑脚，而他的这个绑手绑脚呢，哦、呃。 很大的这个部分呢，就变成反而是这个大陆的中央呢，要背负背负这样子的一个压力，因为大家觉得林阵的被绑手绑脚，是啊、都是因为中央给他这个压力。啊、後还有北京嗎对吗？但是不是哎、欸，不完全是、欸。哦、就说当这个呃，在之前的时候，当这个、嗯、当这个、呃、这个大陆的这个副总理呢，跑到这个深圳呢去跟他谈啊、呃，就是说这个事情，反正就是。嗯 不是中央的意思嘛？哈，那你要，你可以做做回这个撤回，嗯、呃，不是撤回了，就是说把这个停了、嗯、啊。就是寿终正寝的决定的时候，嗯、我觉得那个时候就其实给了一个很大的空间啊。那你就算是你第一天出来的时候，你说这个寿终正寝，然后呃，舆论的反应不是很好的时候。 就赶快加码、啊，就是啊，就我我我不我不理解，我就不理解说为什么,麼為处理的如此僵硬 <coughs>，就是啊，就林郑月给他的感觉好像说北京给他一个纸条上面写上面写寿终正寝，所以他只能讲寿终正寝，寿终其他我都不能讲，那很奇怪嘛。<对>然后现在呢，他就说，因为他说他没有。 他没有权利把它撤回，那个人让人家联想，就说当时林郑不是说这完全是他个人的决定吗？没有北京的意思，就他提出反送中条例，那是因为他没有政治 sense，他觉得是一个很单纯的呃这个刑事程序上面的一个条例，那他没有想到会引起这么大的政治效应。好啊，那你就赶快收回就好了嘛。然后而且那个这个不是北京受益的，所以当时他是给大家这样的印象，他是这样讲的嘛。对，结果现在。 那就五大诉求里面，第一个就是要撤回嘛，哈，他就说我们有权利撤回，就让人家觉得想说哦，所以。 你之前讲的都是骗我们的吗？原来背后其实就是北京的意思啊！北京不让你撤回，所以你就没有权利撤回吗？哎呀，讲什么东西啊！所以就是非常的好莫名、哦、非常的奇特嘛，哈！因为这个案子送出去了，那当然有，当然港府有权利把这个案子就撤回，就撤回了呀，好奇怪！所以,所以他为什么坚持他不能撤回这点，我真的不能理解他的政治判断上面现在已经是就是川普派来的，CIA 派来的 <laughs> <laughs> 啊！不玩呢，真是、啊、他应该是蔡英蔡英文的好。 朋友吧，嗯、也有可能，对，所以很有很磕批派的，因为他不是跟那个谁长得很像嘛？<laughs> 蔡碧如，孪生姐妹，他们俩不晓得出生的时候失散了，<laughs> 一个在香港长大，一个在台湾长大，就两个人的命运大不同。他们怎么不去相认一下呢？<laughs> 要问问一下父母说，说当年我真的有个失散的姐妹吗？<laughs> 我觉得台湾的这个网友好有想象力，哎，我都。 在他们提出来这件事情，说他两者很像之前，我从来没有做这方面的联想、欸，哎，真的，我完全没有做这方面的聯想。的他个摆在一起真的很像、欸，啊，真的哪里像啊？<laughs> 哪里像？哎、欸，我都有认出来，我很厉害、欸你你。你是说哪里不像吗？<是>哪里像啊？真的不像啊。可是我那天，我那天刚好去上了刘宝杰的节目啊，嗯嗯，他们的来宾通通都猜错、欸，哎。 就说他把那个格子拿出来给来宾猜嘛，好、啊，就是说这,这,这,这个是谁是蔡碧如还是林正月娥、嗯、听说他们的来宾都猜错，不会吧？真的？<laughs> <laughs> 你看，那是因为大家很少，眼睛大家很少看到这个林正有夸张。哎<泡汤> <laughs>、欸，林正呢、哦嗯、是一个，就是在这个英国这个殖民体系下呢，教育出来的非常非常的这个精英阶层的。 这个英国的这些代表啊不，不是香港这些代表性人物啊，讲的一流的，对对啊，讲的一流的，非常好听的这个英文，就社會那就是上流社会。然后他的、嗯、他的先生呢，也是他现在也是剑桥还是牛津的哈。哦、然后呢，他的小孩呢也都在那边嗯读书啊。然后呃，他在当了这个特首之后啊，他之前的时候有没有穿这样的？我是没有特别注意了哈。他在当了特首之后呢？ 呃，正式的场合呢，他都穿这个旗袍啊、哦，就穿旗袍。是,是哦，是哎，香港是香港是一个很香港是一个旗袍，香港是一个，它、啊、<laughs> 整体的这个社会的这个气氛呢，<laughs> 其实还蛮保守的。我觉得一方面呢，哦、受到英国殖民的影响，宗教的这个影响啊，哦哦、然后还有这个广东啊，还有福建是、哦、都是比较就是呃中国式的那种社会的传统家。 家庭价值那观念是蛮深的啊、哦。然后那个呃，如果大家有特别说，因为被英国殖民，所以中国传统伦理文化都有保存下来？不是不是不是，因为他们很多广东人在那，你看在英国的那种宗教啊，或那种气氛的这个影响，其实也也还对于对于香港的社会影响蛮深的。其实很保守，我觉得在观念上其实很保守。像台湾对于像多元成家呀啊同同志啊这方面都非常的开放，香港没有哎、欸。 香港这方面，哦、嗯，香港没有这么的开放，所以女生要三从四德是这个意思。也也不是，也不是。但是你看哈，像那他们很多重要的这个庆典，像汪明荃，她都会穿，她都会穿中式的旗袍啊。嗯，嗯然后林郑也会，然后呃，就是大家问了一个很奇怪的问题，就说、是、啊，为什么这个呃林郑月娥还要冠夫姓？ 对对对，香港人都香港人都这样，因为是英国，就他就这样啊。陈方安生他们不都是冠夫姓吗？这个希拉蕊不是也冠夫姓吗？英美都这样啊，英美都这样啊。然后他们觉得啊，他们好保守什么啊？没有啊，那那英国的社会就这样啊，对，这很正常啊，都这样啊，所以他们都要改嘛啊。那陈方安生，那这个柴契尔夫人不是一样？ 就都一样，一样来一样，一样都都一样，对，都是习惯要惯服性，对对，所以这是哎，那我们这跟他不撤回有什么关联呢？就是说他基本上很保守，啊，没有啦。我在我们刚刚讲到，在不是你说他喜欢穿旗袍哎，就是会他会有那种穿旗袍很痛苦哎，不会，他们那旗袍还蛮美的。你有穿过吗？穿旗袍就是你要就不能够身体不能歪歪七扭八要。 就是要很，对不对？<laughs> 对啊，要比较挺啊。不过现在人要很，就是整个姿势要非常的那个呢。是是是，脖子，而且脖子永远都要直的。哎 <laughs> <laughs>、欸，讲到这一点，<laughs> 啊、他就跟蔡比如不像啊。啊 <laughs> 我告诉你，为什么我可以看得出来？为什么？就是因为他们两个气质完全不一样。<laughs> <laughs> 在台湾就是一整个放松。對<笑><笑>可是因此，你反而看出来他们两个真的很像。<laughs> 然后。 然后那个，而且林正月儿她的打扮穿着啦，嗯、你就可以看到说，就是说一个上流社会的那种精英的那个时代路这样子，对，没错。对对所以这个就是他们很不接地气。所以那个时候，哦、呃，林正在选这个特首的时候啊，就讲了一些很奇怪，那讲了一些很瞎的话哦。可是那我的意思是说像，像譬如说台湾人流行说要接地气嘛，嗯、对不对？哈，你像你这样子，人家就觉得哦，可是贵族。 可是，在香港不会，他们本来就很习惯这种阶级的社会，然后就觉得说，当官的就是应该要像林正这个样子吗？不会吗？是啊，会啊，会啊、嗯、会啊。可是因为 <laughs> 会啊，所以可是他们这些的统治精英，这些的统治精英，嗯、在这个九七、呃、之后啊，嗯、呃，因为就不是真普选嘛啊，嗯、然后呃，一开始的时候，其实大陆再去呃，数亿啊，挑选都还是这些大家族。嗯 啊、哦，所以才会是董建华啦，啊、哦，那、嗯、后面这些，但是在这个、呃、梁振英的那一届，原来是唐英年嘛，本来大陆方面主意的是这个唐英年，可是唐英年就是真的就是世家子弟哈，彻、哦、底的、彻底的、完全的跟这个社会脱节啊。哦哦、然后他，嗯，就说他在人员上面呢不是很好之外、哦嗯、啊，他后来不是爆出来他那个地宫就是豪华的那个地宫的围。 我不知道、欸、，OK，就是一个豪华的这个地宫的违建呢，嗯、就一直都牵扯不清啊。啊他之前的时候呢，之前的时候，那个梁振英是横空杀出来的，嗯、就没有人预预料到，呃，梁振英会出来。嗯、然后梁振英呃出来的时候呢，就要求什么辩论啊，或什么唐年版就不接就不接受啊。那时候各方的反应就就不是特别的好，嗯、然后又报了这个、呃、地宫的那个案子啊，然后就是有。 这大家就是呃，就有些舆论啊，或是就是要他做啊、呃、退出啊，退出这个呃特首的这个选举啊。但唐英年一开始的时候，就是仗势着他,、嗯、他，他是比较是大陆方面所主意的这个人选，所以并没有要撤退的意思。那可是因为形式上面来说，嗯、虽然不是真的普选哈、嗯哦，可是你你这个这个压力太大了，所以到后来也是，哎，我已经有点忘记了那时候是谁啊，也是到了这个深圳啊。 就是翻盘呐、啊，就是叫大家就是支持，就放弃了唐英年，就支持梁振英嘛。<以>梁振英才因此出现。那所以你觉得现在林郑月娥是怎么是什么情形？就说这个世家的，就是他们主义这个世家的这个牌的用尽了之后，他们就是主义的，就是一个从英国官僚体系出身的，然后在治原先预期他在治理上面。嗯 好，他的过去的,的就把他当做是一个技术官僚，对，一个技术的这样的一个人应该也还不错。嗯、说实在的，嗯、其实林正刚开始上来的时候是比之前的那个 OK 了，其实是比正常多是比梁振英是处理的好的、啊、哈。<对>然后他在面对很多问题上面的反应啊，各方面的、嗯、<哼>其实也都还不错，因为他上来并不是没有争议啊。嗯、<哼>你看像这个呃。 高高铁的问题啊，一地两解的问题啊，然后他也都一关一关过哈。但我觉得在这个方在这次的有关于逃犯条例的这个呃问题上面，是一连串的误判嘛哈，一连串的误判。那当一连串的误判发展到今天的局面的时候，现在就真的是变得有点难以难以收拾了。特别是当他讲到说，<且>呃，要寄出紧急法的时候，我觉得让人很担心呢、欸，嗯、而且。 我他真的很瞎，就是说你今天让人家觉得说你应该要收尾了，好，所以说他不是还找了什么二十个学生代表嘛、青年代表啦，好，就说那你的意思就是要跟大家协商嘛，那你不是要收场了吗？五个诉求，你起码我们会觉得说五个诉求，你也最低你要接受个两二至三个嘛，对不对？他连第一个都不要啊，第一个撤回，那你你这个你这个没得谈了。 那你这个，你这是打脸这些所有抗议的人呢？你想想看，当年那个野百合，野百合，我们是叫野百合吧，野百合,百合，<laughs> 我们叫野百合百合 <laughs> 这曾丽文在抗议，我在采访新闻。<laughs> 你看曾里文多年轻呢？<laughs> 李登辉找学生代表进去，难道他就说不行？我们这个老贼一定要让他们在国会里面干到死为止吗？不可能嘛！国会当然就会全面改选，这件事情不就结束了吗？ 那那不然就不要叫学生进去啊！对你就是叫政暴警察把学生通通铲掉。<對>那你这个林政太莫名其妙了。五个诉求里头，最第一点第一点你就不要，后面就不用讲了。那你你在干嘛嘞？所以等于讲到那个有问题啊，讲到那个野百合这个学运的时候呢，嗯，因为我们当时在这个现场采访嘛，哈，然后嗯，你们这些学生呢，你们这些学生要求要建李登辉的时候，嗯，一开始。 呃，说实在的，我们还蛮惊讶的啊、哦，就说李登辉呢，哎、嗯，就同意了啊，那多厉害、啊，他非常的厉害，<太>那。 超厉害！后来听这个、呃、苏志成主任这个补充啊，哦、其实当时就说，呃，要不要同意这个、呃嗯、学生来这个见面？当然有一些不同的、嗯、意见，不同的这个讨论哈、啊。嗯、那我觉得，呃，李登辉愿意，李登辉同意，我觉得这是代表着这个李登辉的一种胆识啦。哈、嗯。哎、啊，因为学生这么多人，这个、呃、进去，学生都要求要公开呀、啊，嗯、要那个怕说这个密室协商啊，嗯、啊。嗯 嗯，所以我觉得李登辉的胆识之外，我觉得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当时这个李登辉，他对于整体的这个形势来说，嗯，他已经在这个台湾人总统的这件事情上面，已经有了很大的、很大的外部的这个奥援啊。 嗯，所以他这是他第一个底气的来源啊，他厉害啦，借力使力啊，帮他铲除了这些老代表、啊，他在政治上面的这些公公婆婆们呐、啊，对,对不对？然后一,<对>一天到晚要给他小鞋穿的，他趁机就把这些人铲掉了，然后换了他自己的。 地方的本土的势力啊,啊，然后那个主任他有时候补，他那个补充说，哎、欸，本来是说学生好像什么时间就就要进去了，后来呢，这个、呃、大家就在等啊，嗯、那后来这个学生呢，因为在广场上面呢，就是到底要推多少个代表，好、嗯，然后怎么哪学校怎、啊、么吵成一团，然后那就那就会有人就就会有意见说，啊，那这样是不是人就会越来越复杂？那是不是就取消算了？他就说李登辉就还是很坚持，没关系，我们等。 啊，就等等等等等等等，等到最后不是大家都进去了，很多人嘛哈，啊啊、这样谈。所以你要会见这个学生，真的是要有所准备的啦。对,、啊對啊、而且去见也是对的，要不然怎么办？对，当时为什么学生很紧张？因为我们搞学搞学运的人很少啦。说实在的，人很少。嗯 <laughs> <laughs> 那忽然间，呃，这个这个运动这么成功，来了这么多人，哈、哦，那对于我们搞学运呢，就会觉得就是说呢，哎，来了很多都是所谓的国民党学生。哎，丽文，你待会帮我们补充一下，因为我曾经听你讲过，一开始那个野百合学运的时候，其实只有小猫两三只，我觉得这段还蛮好听的。可是我们现在是不是要先进一段广告？<laughs> <laughs> 好，休息一下再回来。 回到节目的现场，我是郑丽文。我们今天在现场呢，有一位好朋友是尹乃金。尹乃金呢，因为呢前这两三年都在香港，所以说他其实对香港呢比较不像我们啦，对他比较了解。<laughs> 那因为在台湾，我就说啊，哇，是不能够想象哎、欸，三个月嘞、欸，这完全超乎大家的预期跟那个想象哈。嗯、那等一下，我今天我今天,今天，但是他回来了，他现在人在台湾，<laughs> 大家看到的是他真实的人。<laughs> 他被撤回了，被撤回台湾。<laughs> 我并不是因为呢，我在这个香港待了两年半，对香港熟悉，所以今天才进来这个郑丽文的节目。是因为呢，跟郑丽文主持节目呢是最开心的这个时候。嗯、对，这、嗯、并不是哎、欸，这样我这样讲很奇怪哦。我们跟其他人主持人我觉得跟其他人主持人也很开心，这是比较级的。真的是画蛇添足，越越描越描越黑。好好，好好来来，请继续。会讲什么哦？所以那时候学生为什么很紧张的原因，是因为我们搞学运出身的。<對>其实一开始的时候也个人而已。 对、啊，我们我们那当时搞学运的就几个人而已啊。那你每个你在广场上面，每个学校都有代表啊什么的。那我们当时呢，因为就那个氛围，大家现在可能比较难想象，但我们当时就觉得说，哇塞，你譬如说五十个学生代表好了，嗯嗯、里面我们我们可能会我们会觉得四十个都是国民党的，因为都没有跟我们搞过学运，都不认识啊，哦、啊真的、啊。对，就怕啊、所以说，当时你就怕说。 如果进去了见李登辉之后，哇塞，就李登辉跟他们就演起来了，有没有讲的相谈甚欢呐、啊？他们根本就是一挂的。然后我们真的搞学运呢，反正被被被怎么样？但但是事后我觉得是多虑了啦，嗯、我觉得事实上是多虑了啦。嗯、那你运动总是要结束的嘛，你也不可能说把这个。 把这个诉求越抬越高，那你自己怎么下台阶，对不对？嗯嗯、那当然啦，永远都会有这个争议啦，永远都会有人说啊，你进去就被李登辉摸头了啊，然后这个整个是整个运动的成果都被李登辉接收了。但是事实上，台湾就是国会全面改选了、嗯，嗯嗯，对不对？嗯、我觉得谁的功劳是？ 也很重要啦，但是也是其次啦。那也是李登辉厉害啊，嗯、对，對那李登辉也可以选择像林正月儿这样子，就是说通通把你们抓起来啊，嗯、对不对？嗯、然后他也可以选择不同的干法，可他的选择就是借力使力嘛，嗯、透过学生的这个事情来完成这个国会全面改选，那也很好啊。那台湾就是往前走了很大一步嘛。之前的时候就這样，之前的时候因为、嗯。 在事情还没有搞到这么大，那前面的抗议已经很很很很很疯，很风风火火的时候，嗯、林振有去和呃香港就是八所的这个公立大学啊，他跟其中的两所科大跟什么的那个校长啊，嗯、曾经有他科大校长也是台湾人啊那、嗯、个示威，然后他们有谈过啊，他就想要跟这个学生团体。 来这个会面，哦、然后那个学生团体当时提出来的要求，嗯、就是跟这个丽文刚才讲的一样，就是学生都是要公开啊，嗯、学生公开，嗯、我觉得公开也没有什么，对啊，哦、那就是说，是啊、但关键是在就是说公开的时候，你去谈的这个人，嗯、他要有非常大的一种，要不然你就是有很大的思辨的能力，不然就是要要能够挨骂啊，就是挨骂，然后你在你在被学生骂的时候，你你除了。 挨骂之外，你要有对策、啊对啊。对啊，要只要、啊、你要知道怎么样去跟他们应对。所以现在呃很麻烦了哈。之前的时候呢，说大家没有想到说运动会延续到这么久、啊，是不是？没有，我当时就觉得运动会延续，啊、因为呢因为香港民怨这么深啊。对对对，其实经因为你看到呢，哦、这么多人，你看果然他有在在香港待就有感觉。我跟你讲，主要是为什么？<laughs> 主要是为什么？嗯、就说。 那么多的金融界的人，哈，投行的人，哈，然后那么多的这个市民，香港才多少人呢？对大家通通上街头了，是啊。然后我在这个香港的这些呃企业家的这个朋友哈，其中有一个人讲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他说：其他都打工仔啊，其他都是打工仔啊，老板都是谁呢？不，老板你要不然就是这些李嘉诚什么这些人，要不然这些外商，这些外商 <我>他们只是高级经理、啊我，我我对对对，嗯、我做了高阶的这个 CEO，又又怎么样哈？啊嗯、然后其他的这些，大家都是打工仔啊哦、啊，然后你就会觉得，就是说他们累积下来的，嗯、累积下来的，其实社会资源的，就是那种相对的被剥夺感呐、啊。哦，香港很重对，非常非常的，非常非常的苦闷。哦、还有这个，就是说，呃，在经历过这个雨伞。 运动，对雨伞运动战中的这个之后，嗯、很多人会觉得说，如果这一次搞成这样了，因为上次是失败嘛，上次失败收场，<是>如果这次搞成这样了，了然后我们也一个连一个都拿不到，什么都要不到，什么都要不到哈，我们就会一无所我们就会一无所有。所有是啊，你么连一个撤回条例他都不愿意接受、欸，哎，好离谱、哦，是不是很悲壮？ 是啊，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的我就跟你讲啊，反正没有明天了，我俩没有明天了，就豁出去了。对啊，就很悲壮。然后还有另这个运动怎么大家不可能结束？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我跟一些比较这个轻中的一些的朋友哈，看法比较不一样的地方在于是说，你说台湾的轻中还是香港哦，香港香港也有，大陆也有就就香港，我讲的是香港人哦，啊，像香港人，但是是比较轻中的一些朋友的看法不一样的地方在于是，他们认为说啊，闹闹闹闹闹。 之后呢，闹、嗯、不下去了啦，哈、嗯！只要是这个呃，香港，他们是感觉到说他们的呃。 各种的都在下滑啊，然后大家觉得经济呀什么对对对，什么都那个不安的，大家就回回去了。我说不一样，我说不一样的关键在于是它的运动形态不一样，是因为战中他们是战中，对他们是要一直站着，他们是对，没错，他们是盘踞在那个地方，大家是算天数的，对啊，几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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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你能够撑多久，那是太消耗。对，然后你人大一释法下去，你把那个权利拿掉了以后，嗯，就没有没有办法了嘛，你就这个权利收回去了，因为本来。 是本来不是说特首不能够直选的，只是他有阶段性的。嗯、可你这样子一闹之后，那一释法把他拿回去之后，就就没得玩了嘛哈、嗯。所以其实当时本来就是应该是带住先的哈，像这是策略上的问题。嗯、是啊，是啊。可他因为一直盘踞在那里，你就你就是太累太消耗，持久战消耗战打不。对啊，每本来就是、啊欸、我这个周末来闹一闹，这有什么？就是啊，我也觉得每个礼拜上街这哪有什么？我觉得这策略很对啊。对啊，嗯、就是很容易啊，就是变成说你这个。 你这个周末，哎、欸，我来上街，然后呢，周末来上街来运动一下，然后又又恢复正常。嗯、然后虽然说他的运动中间呢，有因为暴力的问题这样子升级，嗯、哼哼可是那个呃元朗的那个白衣人的、嗯、那个是一个转列点嘛，嗯、大家觉得说这个、呃、警察你怎么都没有去这个呃管制这个、嗯、哼哼这个白白衣,白衣人的暴力。然后所以他们就回过头来，嗯、然后呢，因为这个香港的这个警察呢，嗯、他在每一次的这个。 对峙的过程之中、嗯、啊，因为他要执法嘛，嗯，你们这些人都是没有，都是没有得到这个集会游行的许可的，对,对,对,对不对？对对对那所以他就会清场，嗯、那一清场的时候呢？ 太就会有冲突，冲突嗯、然后就会变成就那就化成是警民之间的冲突。冲突然后只要有一个民众受伤，受伤你不管那个是真的假的，嗯、或者是说是不是被警方打到的，嗯、你说就民众的情绪来讲，他就会升高。嗯、对啊，而且这种哎，在在这种场合，谁是谁非很难讲很难讲哈，然后呢，每一次呢，一讲到这个的时候呢，就会有。 呃，大陆的这个、呃、网友或者什么，就说啊，你们这些人，你们怎么鼓动暴力啊？或者，我只是觉得，就是说，他不是鼓动暴力的问题，嗯、而是说，在这你你设身处地的想一想，嗯、警察也很辛苦啊，警察也很可怜啊，啊啊被落单的警察，哈、啊哦，他被打或是被什么的，啊、可是他是处，可是他跟民众是处在一种我们以前工具不对等的状态之下，我有有很有名的运动啊，<laughs> 那个什么总统直选，<laughs> 我们不是在那个。 大家应该讲这个，大家应该有印象，在那个火车站前面呐、啊，然后民警长不是在那盘踞很久啊。嗯嗯嗯、然后那个最，然后然在那个在那个铁轨上面，那个那个拉前面嘛哈啊。然后我们我我我永远扮演的角色就是，反正啊不重要了，嗯、我们就一群一群学生嘛哈。<laughs> 就我们这这群就在另外一个，在那个中山北路、嗯、靠近中校东路就尽头那边、啊，然后。 好好好，我们在那边盘踞，我们就一群人在那边盘踞，然后他就要来清场啦。哦，那个正暴警察，齐眉棍带钢盔有没有？然后我们就我们就大家很熟悉嘛，哈，我们但是我们当年是我们算是比较那个，大家就那个有没有手勾手对手跟我跟我男朋友啊，就是我老公啦。我们就一群人就这么一个男友我们就一群人就手勾手这样很悲壮有没有？大家就坐在那边，然后正暴警察就是那个齐眉棍这样一群人家来，然后大家就忽然就一哄而散就跑啊，你知道吗？ 就给警察追嘛，就想說我还真的这么傻，留在这边被你打嘛，<laughs> 所以大家就跑。我还记得旁边有很多的爬进狗，有没有？那时候凌晨，<laughs> 很多人还在里面打爬进狗。其实我我感觉那个场景我印象非常深刻，因为店都关的嘛，因为凌晨还没有开门，uh, uh, uh, 可是很有人彻夜在那边打爬进狗。想说哇塞，我跟爬进狗同行 <laughs> 这样，然后你就躲进去了吗？没有啊，就不是。我跟你很好笑。<有>然后因为你刚刚讲警察绕开嘛，<对>我们一开始大家都很害怕，就赶快跑跑跑跑。 然后呢？警察就很凶，就追追追了。大家是不是会散掉？<对>散掉，警察也会散掉。嗯、警察跑到一堆，警察就倒退了。对 <laughs> <就>，因为他也很怕他、啊，他老婆，他就往后转。因为你就发现说，诶、欸，我只有两三个警察，学生有一二十个，呃、那你就看到警察就嗯就往回怎么就跑了？<laughs> 大家。 都是,啊、都是会怕的，大家都是会怕的，而且呢，哎、欸，更何况呢？大家去看看那个香港，<laughs> 去香港那个地形地貌好不好？<laughs> 他们呢，你这样子呢，一在这个呃，一在这个地铁站的时候呢，你你想象那个场景，哎、欸。 警察呢，拿着这个镇爆部队，这样砰砰砰砰砰，这样进去的时候，哎，那个声势是很吓人的耶，哈、嗯，声势、哦、很吓人。你你你，这个画面上拍起来的时候，你就觉得很可怕。然后在这个卖场的时候呢，大家这样子那么过早的进去这个清场之后，哎，就是有警察落单呐、啊，对啊，然后你就会被围起来，他们拿拿雨伞呐、啊，什么这样打警，哎，有警察的那个指头被咬掉，哎。 对，所以我说香港人很凶怕，我们是不会。我想说警察还会怕我们哦，真的是真不知道我们那个手无缚鸡之力，一群没有用的书生。而且香港的路很窄嘛，你又不像说我们在这个台北，无论如何什么废河道啦，哈，在这个在这个台北车站前面或什么样，大家跑的机会还比还是比较宽一点嘛。对了，对，你要真的说，你要真的说清场的时候，清场的时候他要他要这么全面的清也很难清嘛。但是我觉得那个香港有些。 群众，有些、嗯、我,我还是真，我还是觉得他们还是蛮凶的，很凶啊，很悍呐、啊，很,悍啊、很凶悍呐、啊，很悍呐、啊。嗯、然后那个呃，像不是那个开枪吗？嗯，他那个开枪是因为呢。 呃，有这个黑衣的民众要去到那个地方，就因为福建帮，好，福建帮他们要去，就是去等于是互相挑衅啦。到他们去开的这些店去挑衅的时候，所以跟这个运动无关，跟运动無關纯粹是帮派的那个地盘的對因為，因为福建帮，福建帮也很凶悍呐、啊。然后之前呢，就又传出来说，不是说福建那边要捞人这个过来到这个、嗯呃、到这个香港来就是黑道混到对，要来去去去这个打这个暴徒嘛，嗯 民众又风声鹤唳，对对对，嗯、然后那个，因为他每每个区域啊，什么北角啊，每个区域他都有来自各种不同不同的人，啊、的所以呢，这个警察那就知道了说，说、啊、哦，这边有两边在这边闹事，警、啊、警察是要去去驱散，把他们劝离的，就说去<以> 呃，警察是去管帮派干架的啦，不是要去管就是群众，不是要去管黑衣群众跟去挑衅这个福建帮，所以那那十几个警察去的时候，他就没有，他就没有借他不是正暴装备，不是正暴部队，他是轻装而去，你知道吗？那他轻装带枪哎，对他轻装而去的时候，你让被被围起来，你说害不害怕？当然，人数害怕也太少了，警察的人数太少，是啊，所以我觉得他轻装而去嘛，他就当然会很害怕。 欸、他们都年轻人呢、欸，对啊，對不要这样，不要不要闹了好吗？那那也是年轻人，然后所以他们就对空鸣枪了。嗯、可是你对空鸣枪的那个画面，我刚刚讲就是说，不不是说在鼓励暴力暴力，暴力或是说什么？怎么可能会去鼓励暴力？但是对于警察和民众来讲，他们的装备不对等，就像丽文刚才说的，是啊，他遇到这种状况的时候，他可以拔枪。 嗯、他可以对空鸣枪示警，那民众有什么？好、嗯哦，那虽然说他们的抗议不断的一直在升级，他们的棍子也都拿出来了哈、哦，就群众棍也拿出来，汽油弹也这样子弄了，哎、欸，有这样子烧哎、欸，然后这这大家都很危险，然后呢，记者呢，我们要进广告了 <laughs>、哦，真的吗？OK，好好，我们要赶快进广告進，好,好，这次换我没注意了。<laughs> 我是郑丽文，他是殷乃金，<laughs> 没错<錯>。<laughs> 那所以林正说，紧急法是什么意思？ 紧急法就是香港要戒严了，是吧？大家听到第一个反应就是这样。对，这个依据呢，香港的现行法律的第二百四十一章《紧急情况规例条例》哈，嗯、一旦呢特首还有这个行政会议呢认定情况紧急，公共安全受到危害，嗯、可以绕过立法会啊，自行订立。嗯 合乎公众利益的规例，主要包括对刊物、文字、照片、通讯及通讯方法的检查、管制及压制、嗯、啊，呃，将民众逮捕、拘留、驱逐及递解离境。呃，我们准备要来接收很多人了。嗯、好，然后呢，对陆路、航空、水上运输及运送者物品的管制，嗯、授权进入与搜查处所，嗯，<对>可以随时进去。 家里、公司什么地、任何场所搜查、啊，嗯，授权进入所，oh, 对，就是、啊、就是给你给你开绿灯去查水表，哈，对，违反规。 力或任何香港法律者进行拘捕、审讯及惩罚，其实很严格哈，很严格啊，很严格，就是戒严啦、啊哦啊，其实就是戒严、啊，就是戒严，嗯，非常的严格就緊，就是紧急,急状，就是紧急状况嘛，就是这样，嗯、就像类似像台湾总统也可以宣布，我们现在进入紧急状况嘛，嗯、然后就宵禁呐、啊，然后所有的媒体通通都管制啊，然后警察就可以随时到你家里头去搜捕啊，嗯、去那个啊，好恐怖哦。 然后他这个里面讲说，将民众逮捕、拘留、驱逐及地解离境啊，这样逮捕拘留这个部分，逮捕拘留这个部分呢、啊，也是造成这一次呢，就是说除了这个呃香港的这个警察采取这个驱离的时候跟民众之间的这个纠纷之外，逮捕拘留也是他这个里面这次的一个很大的一个重点嘛啊，啊嗯、就说要取消那个暴动定性啊，然后呢现在。 现在被拘留的这些人都要就是不起诉等等啊，然后成立呃呼吁要独立独立的这个司法委员会，我也不理解为什么这个独立的司法委员会不能够去 <接受 S 1> 去成立哈？因为林政呃特首呢，他就一直不停的强调说现有的机制呢就是独立就可以处理处理解决啊，或但是你知道这个逮捕拘留哈，我就说请大家这个设身处地想一想啊，在这个第一天的时候。 就是有很多的这个抗议的人士，其中有包括一些的学生就被关进去了啊。如果你是家长的话，你作何感想啊？嗯嗯、你是不是很担心？嗯、而且他们在。 这个过程之中的时候呢，你被抓进去你就失联了嘛，哈，家长不是吓死了嘛，啊、嗯，然后呃，后来不是也发生，哎，哪个学生，哎，是静大，呃，静会大学的学生会长，他们不是用那个镭射，镭射笔啊，就照这个警方，然后就。 被就被抓进去啊，就是被拘留，就有很多很多这样的例子。然后去问问现在香港的这些八八所大学的校长，他们这段时间他们学校什么副校长都在忙着什么事？忙着去保保学生啊，嗯，去保释哈。所以这些的，当年我老公就跟他的是不是教授这样讲讲一下，要我不抗议是不可能的啦。老师，我到时候被抓，你要记得来保我。 对呀、啊，老师就三条线，有没有？<laughs> 对啊，就就是在在在你们搞学院那年，在我比利文年纪大啊、哦，我们那时候这个同学，那时候大家去参，我们像张亮万坚呐、啊，这样这在在,在学校搞这个呃学生运动的这个同学，对啊，他们随时都是。 我们的系主任就是要去做好保释的准备啊，所以我觉得这就是学生的学生还有跟老师之间互动的态度哦。呃，我记得在我们毕业前的时候，呃，五二零不是有一次农民运动搞得很大，对啊，好很大，对啊，就是暴力的，对，非常的大，砸立法院，好像是抓了很多人啊。对，我那时候我们社团很多学长被抓了嘛，对啊，被抓进去啊，对对王雪峰啊，嗯，有没有被那时候还在念大学啊？嗯，那、嗯、我是大学，有些学生被抓进去也被打。 然后但是我们那时候我们也没有，那时候我们也没有学生嘛，我们也没有 BB 扣啊，我们那那时候也没有手机啊，啊、哦嗯，那个年代还没有，都没有，什么都没有。然后呢，你早上呢就知道说，哇，搞得很大啊，然后有学生呢抓进去啦，啊啊、什么的，干嘛？” 那我们当然很会为为同学紧张嘛，哈，就不知道说同学到底是不是去参加运动了，有没有怎么回事？那我觉得那时候非常的感人的，就是我们的这个系主任啊，我已经过世的这个黄埔和望这个主任老师很好，老师非常好，老师呢就呃想尽了这个方法哈，其实就是跟我们联联络啊，然后问我们知不知道说同学的这个状况，那我们就说我们不知就是不晓得嘛，所以大家就是分头的赶快就是去找说哦还好还好，他们。 没参加 <laughs>，没参加，那就很好啊，那就没事啊。所以老师都要做这个这种心理的准备。那你说，你只要有同学被抓去关了之后，你是不是有点大家要同仇敌忾？一定的啊。然后大学一开学之后就,、啊、就去罢课啦。我们台大法律系好几个被抓，<laughs> <laughs> 好几个被打 <laughs>。对啊，然后那个像过去这段时间有一场的这个游行是。 中学的老师出来嘛？嗯，好，中学老师出来也是要为他们下一代，就是提出了很多的这个诉求嘛啊。然后再就发生了一个场景啊，因为这次有很多的你说香港，香港、嗯、对对对，嗯、有很多的中学生都上街头也都参不不是昨天还有个新闻，什么十二岁的学生也被抓，十二、嗯、岁的学生也被抓哎、欸嗯，那他就就参与了那个游行嘛啊。嗯、那你问他们说这些孩子们他们为什么要上这个街头、嗯、这么激进啊？哦 那嗯，香港有一份研究了啊，就在说这一代的这个香港人呢，他们其实就是进入了后物质主义时代哈，就在于说，呃，他们的爸爸妈妈啊，就可能可能就是就是我们这一辈哈，呃，他们在物质上面，他们有比较就很好啦，就比较不用担心啊。台湾这一代也是一样，可是呢，他们在香港呢是苦闷的。 对啊，是很拼的。你拼一辈子呢，你也赚不到买一栋房，或者房价什么什么都很高。然后，对于这个后物质主义的这一群的小朋友，他不愿意年轻一辈子像他爸妈这样子。对，而且他不追，他不追求这个，他不追求这个啊。他是在九七之后成长的人，对，他们想要的其实更多的自由啊，言论自由、各方面的自由或什么。所以他们感受到的那种危机感，其实很强啊，其实很强。所以呢，他们会担心说。 哎、嗯欸，一国两制嘛，一九九七五十年不变，啊、在他们到他们成长的阶段的时候，嗯、他们担心会变成一国一制。所以在台湾讲那个芒果干，实在是有一点，有一点怎么讲？人在福中不知福。嗯，香港人讲才有那种感觉，感覺就不知香港的未来，<對>不不知道怎么样想象自己的未来。对，就说年轻的这一代，嗯、可能在也过去的运动的累积上面，就是给他们的。嗯 真的很年轻哎、欸，才十几岁哎、欸，然后我觉得启蒙的也早啊，然后所以我说那场运动的感人是说那些老师呢站出来在游行的时候，旁边呢就有那些中学生，嗯，这边跟老师鞠躬，嗯、就说让你们操心了 <laughs> 啊，然后老师过去跟他们拥抱，哎，<唉>人嘛，有说这种情绪好吧被羞辱啊，你在不？<laughs> 所以怎么办呢？香港会怎么样？不知道，但是你也觉得不会镇压，不会啦他。他说你寄出。 紧急法呢也记不出、就是，不，我觉得那个就是，<laughs> 我觉得当林郑月娥采取这样子的一个思考策略的时候，啊、就变成是说，他想要采取这种手段去稳住香港的局势，因为中央不会去出手嘛。嗯、然后香港因为它的那个暴力的那个升级，那个指标。 太危险了！中央不会出手，意思就是说，集结在深圳的那一群武警不会进来，不会啦。他就是一种是吓阻的，嗯、就威吓式的。嗯、你想想看，我就在讲说，连《环球时报》嗯都写了这样子重要的社评，说就维护香港高度自治，说些大实话。嗯、对，就这样放的、啊，要让香港人自己来处理香港的事情。所有的那些，呃，比如说。 呃，支持警察啊、哦，然后反对暴力。他在这个社论里面也提到说，这个是一种情绪或什么的哈。他香港有一些人闹事，和一旦出现特区政府带领香港社会对抗中央，完全是两回事。所以现在没有出现到这样的状况，就要让香港政府，就要让特区政府自己去处,己去收拾处理他们自己的事情。只是就是说。 林郑现在如果说采取这样步骤的话，嗯、我觉得那个撕裂是会非常非常大的。那这样不知道他接下来怎么说？香港没有很多公共的评论，然后劝林郑要怎么做、怎么做、怎么做吗？他就这么一意孤行啊！你看那些评论有，我跟你讲说，香港啊，真正呈现出来这个泛民派啊，在政治上面的的无知，嗯、也是非常的幼稚啊<稚>、呃。那建制派就更不用提了。所以我听过立文讲过好几次，就说这个香港人在就处理这个政治的。 对抗斗争上面呢，是幼稚园，真的是幼稚园，而且他们没有从运动之中学习到经验。你像这种问题，当然要对话啊，你当然要对话，当然要谈呐，否则你就会一无所得。台湾很很 lucky 啦，对，你就一无所得，大家决裂啊。国民党这种的，然后台湾又有民主运动，然后在完全和平的状况之下，民主转型了。是，全世界好像只有台湾有这么的好运气，对，谢谢奶金，谢谢谢谢伟。